别特别爱你，真的真的是有那么爱。咱们结婚了，婚戒只要9块钱。这是我先生方先文，我们刚结婚。不去上班，没能养得起。什么意思？凭什么演员工作不行？男主外，女主内，这个应该。初恋怎么跟？那多久没交差？我谢家了。为什么？喜欢。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，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。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黄一梅。别闹心。我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，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想甩开我。